哪块去啥？咱正好三公里。嗯，三。这 demo 的意思啊，就是 demo 我是给它切成那种，有很多后切的那个。你现在都是拉米索米，拉米索米。对对对对。看看，从这个你看啊，这位置不近。对，这样就是。通通，我不就八度会不会感觉有点乱？我觉得有一个被子挺好的。那就来个不是八度的呗。这不，你感觉八度的听着就是到那个高音，就这两个音，听着就是不会冒出来吗？要不我就再弹一个不是八度的，就正常。不是八度的，行。他那个是三级，也是小是吧？不是大吧？小小的小我先溜一会儿，好，我自己先溜一会儿。为你都回不下，可以可以。媳妇儿，这个也能用一下。要先用哪个？先用那个吧。咱把里边填的东西填进去。好，你把那吉他给我，借我个拨片，我在这边。室内琴是这块的，啊，一会儿对，一会儿室内琴用那个琴，对，那琴幅度大，那就先往后走，行。好贵。
这不用掏了，这不用掏了，找不着刚才失职的。就哇是慢了，做的慢不慢？下来一点，一点慢慢往上走。哦。